横店探班记今日来到县渔剧组了，县渔必打卡地点，听听他们怎么说。必打卡的地方可能就是我们茶水台，因为我们茶水台每天会有一个黑板，这黑板上面每天我们剧组的制片组老师都会画不同的插画，然后还挺有意思的。然后会写今天是开机的第多少天，然后会画一个相关的插画，也是一种就是美术老师的创作。就是茶水摊那旁边有一板报，每天写今天是开机多少天了，然后还会说今天的温度怎么样，提醒大家穿衣。特别是我们那板报老师，他那个画工都特别好，他画那些锦鲤嘛，因为咱们很多鱼，然后非常的精美。这画着一天一换是吗？对，鱼是我觉得出现最多的，然后还有那种小人儿，还有福字。县渔的茶水间板报有多可爱，让我们一起来揭晓下。